第十二，彼虽贪盗我财物，这个人啊，偷盗、强盗、贪着我的身体，乃至我的金钱、房子，甚至还唆使别人来抢我的钱啊，等等等等，犹将身财三十。什么叫三十？日三十，夜三十。印度是以四个钟头做一个时段啊，那就代表每天所做的身口意所做的金钱布施所做的这些善根都回向给他。为什么？因为发菩提心的人一个重点，来，不舍弃任何一众生，舍弃众生就舍弃菩提心啊。各位，菩提心是生命的，我不能舍弃你，伤害我、砍我、强奸我，我还是要回向给你啊，我还是要关心你。所以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伤害，所以你伤害我，我觉得会痛会恨，那是因为我有我执，这是你提醒我了，我有我执，对不对？所以这是我执的问题。所以各位，以后你学佛了，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怪罪别人，怪罪别人就是不信因果，不懂因果，懂因果的人不会怪罪别人，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啊，反而对方打我，我才哎呦，原来我在执着身体，怕痛啊！啊，对方欺负我感情，哎呦，我才知道我执着有个感情了 啊！所以你要这样来，把一切因缘当作修行的助缘，那你像等于24小时都在修行，就没有浪费时间啊！所以百千万亿黄金布施，不如持戒功德啊！持圆满的戒律，还不如忍辱功德，对不对？能够有机会，那我们修忍辱。所以我们一样将我们身财三十善根回向给这些伤害我们的，当然没伤害我们，我们更要回向，爱我们的更要回向。所以各位，每天你自己修完功德乃至随喜完，你要先回向法界众生啊，回向他们都离苦成佛，回向整个加拿大，回向整个中国，回向整个地球，你就一直观想回向，回向完以后，你更要回向你的爸爸妈妈啊，要回向你的子女，因为息息相关，他不快乐，他不健康，你也很难修行啊。啊，那回向完还要回向来自己的冤亲债主，啊，消除业障，啊，偿还业债，所以他可能也会找你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他是由大而小，啊，由外而内。但是有一种人说，我回向法界众生就好了。我说你自己妈妈都没超度，我已经包含了，这个讲法就太过牵强了啊！因为你还是要特别特别回向啊，因为妈妈的缘，来念一下，父母为首，有情重，这个妈妈亲人比较让你能够升起感受，她在痛苦，哎呀，跟我有关系，我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就像一块石头，妈妈在生病，儿子在生病，你就有个感受嘛。但是那些不认识的人就没什么感受，所以因为父母的缘修行回向给众生，最后又回向给你自己跟关心的啊，修回向。再来，那后面讲的就是你要发菩提心，你一定要修交换，你一定要修回向啊。第十三呢，还要代受过，我身原无何过错，我就本来就不是我去伤害他，我也没犯什么错，他人进来断我头，把我抓去给砍头了啊，伤害我了，于彼因生难忍悲，这个时候一点都不生气，还要想，哎呀，对方无名啊，对方造恶业啊，不怕我死啊，就怕对方造恶业，还生起难忍能忍的悲心。所以各位念一下，忍辱做基础，成就大悲心。一个人连忍辱都没有的，不能谈慈悲心了，这样记住吗？啊，所以我去泰国一个大和尚啊，他里面佛像没什么，但是里面有四个字还贴金，一边是忍辱，一边是慈悲，他告诉他徒弟就拜这两个啊。佛像这么庄严大家都有，但是你要把看到佛像的本体要修忍辱，他这个忍辱代表什么？真正的忍辱，念一下，无生法忍啊，他告诉徒弟，从世间忍啊到法忍，而得到无生法忍。世间忍就是众生忍，你都要从一步一步来。但是这个忍辱讲的就是对真理的认可。今天有人拿刀子砍你，有没有你在被砍？这个叫无生法忍
身体又不是我的，业报体，我的空性你砍不掉，哇，这个还真高的忍，这个叫空性啊，安忍。所以但是必须从世间的这些耐怨害人种种的这些世间法开始修。所以于彼因生难忍悲，还要代受过啊，你不能说你骂错了要骂他不行的，你说对对对，就是骂我，不是他，明明是他啊，甚至这个人伤害你，那你还说那不是，不是，是我自己愿意他来抢我钱的，就像小偷跑去你家偷你钱，警察来了，是不是他偷你钱？没有，是我欠他钱，我请他晚上2点来对不对？因为你还代受过，听起来好像很开玩笑，但事实上你有这个准备哦，各位，你都要什么事情你都要观好。什么叫观好？观无常，就是说这些最难发生的事情你都已经接受过好几次了，一定要这样想，你不这样想没有出离心的。我被强奸了，我儿子被杀了，我的太太被强奸了，我的钱被抢了，我的房子被隔壁人放火了，然后你要一直重复的思维，思维到你一开始你会不接受，后来你会哭，后来你就平静，后来还升起悲心。真的要练习哦，你不练习碰到事情你还是照骂人的，照生气的。第十四，彼虽百般诋毁我，那个人想尽办法在伤害你、毁谤你、批评你，谣传恶声骗三千大千世界，还跟你登报海涛法师强奸我女儿啊，贪财我都被毁谤过来，他说哦，他是什么某某大官的，他爸爸是某某大官的，然后他的太太什么登报纸说我他把他银行的钱全部都骗财又骗色。我看了报纸想，这个名字是我吗？明明人家讲你，我说这个是我吗？对不对？啊，没关系，不要讲话，回向给他，回向给他，啊，所以那时候报纸就登了，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人生一个很好的修行，对不对？啊，然后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啊，什么都是虚幻的，那只是一个名字假的。就算那个时候把我抓去关，好在我监狱很熟，啊，进去还可以混。但是你都要准备好啊，你不能说我不会进监狱的，我不会得癌症的，啊，所以念一下来，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希望。啊，纯最坏的，你老公到现在12点还没回来，可能死了吧？搞不好跟别人睡觉忘了回来了。啊，好吧，我睡吧，这样。啊，你要已经练习好了，老公回来，我捡到了，捡到了。啊，那你心里就平静了，不然就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生气。啊，所以你要不断的练习观修。第十五，大众集会彼发难。哇，这么多人你还站起来讲我的缺点，而且回谤你，揭我隐私出恶言。那个海涛曾经有个法师这样讲我，那个海涛早上6点都还在睡觉，人家问我，我说有啊，你怎么没有4点 morning call？ 因为我12点1点才睡啊，你9点就睡了，对不对？我又没有坐在寺庙啊，当然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生气。各位来，维他命 U 请多吃，碰到问题幽默幽默就好，不要生气。 OK 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啊怎么这样，然后脸就拉下来，没这么严重。这个凡事连死也笑一下啊，对不起，再见了，我先走了啊。你要养成习惯，这个习惯你要一直熏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什么最差的状况你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不会为这些事情而生气啊。所以今天把你脱光了，然后游街，哎呀，人家表示身材还没机会，我还这个时候来表现，眼见我的都得解脱，眼见我的不得欲望，这个叫保持正念，观想自己变成金刚亥母，本来就没穿衣服啊，或是咕噜咕噜佛母也没穿衣服啊啊，所以观想自己为达摩祖师也没穿衣服啊，啊，莲花界帕坦巴都没穿衣服的，
啊，所以呢，你要这样，你要转念头，那个时候不要被境界影响啊。所以别人虽然伤害你，结我因时出恶言，与彼反生善事想，没有他我怎么修忍辱呢？没有他我怎么消业障了？今天他这样伤害我，就在消我的口业啊。所以加倍的尊敬对方，好不好啊？所以各位，人家大众骂骂骂骂骂，你都笑笑笑笑，等大家都走了，你晚上特别送个礼物去他家，叫倍恭敬。这样也不让他造恶业，并不是说你要对他巴结他，这样他就不会造恶业。不要考虑自己苦不苦，因为对方这样造恶业对他不好啊。所以各位，你对那些难搞的，你要对他好一点，你要听得懂吗？啊，这样对方才不会太造恶业。所以有时候人家骂我师父，那个法师骂你要命，你为什么看到他还去跟他顶礼，还送礼物？嘿，这你就不懂了。这样他就不会不好意思再骂你了，对不对？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哎，为什么？因为你要度他，你要度他，所以各位要加倍的恭敬伤害你的人，公开伤害你的人啊！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公开伤害别人。第十六，我护彼人如亲子，所以吴祝贤大师为什么讲到菩提心，一直把这个重点讲了那么久？因为他知道讲发菩提心，然后修六波罗蜜呢，大家都会讲，但是这基本的都没做到啊。所以我护彼人如亲子，我把这个人当作亲生的儿子对待他。彼由是我是寇仇，这个人还把我当作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要伤害我。正如母年重病儿，那个时候我们就妈妈，这个小孩生病了，他不知道我是妈了，还要拿刀子杀我，还要强奸我，还要骂我，因为他生病了啊。我们要谅解他，要这样去看待对方。正如母年重病了，倍啊，加倍的对他好，好不好？各位要加倍哦，不要减了啊。现在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那就凡夫了。那现在各位是菩萨了，对我不好，我要对你加倍好啊！所以你对我好，那我更是感恩啊！那你要把因缘顺的因缘跟逆的因缘都当作修行，健康更好，更努力；不健康更悲心，更消业障啊！所以健康生病对我来讲都是加持，都是助缘啊，是吧？就像基美林巴大师他说，三宝加持啊，如果健康可以让我利益众生，那我就让我健康；如果生病可以让我消业障，那你就让我生病嘛；如果死亡可以让我消业障更好，那你就让我死亡。他一切都接受，念一下，接受一切，对，那就是修行。修行就是接受一切，这个叫空性，空如虚空一样，承受一切也承担一切，承受一切是空性，承担一切是悲心。那各位要这样去看。所以以后各位大家聊天，不要再聊别人的缺点，好不好啊？聊什么？佛陀好不好啊？伽马巴如何啊？观音菩萨如何啊？私底下都聊这个了。你到哪个地方都会看到缺点。这个世间啊，大宝法王说的，正法不在道场里，对不对？正法在人心里面，意思是说你要把法弄在你心里，不要去批评他好他不好，我们自己好比较重要啊。所以全天下都喝醉了，就你一个醒的也没关系。所以吴祝贤大师告诉我们，既然发菩提心了，对待周围的人事物，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菩提心相啊。所谓菩提心，那你这些行为相貌你要怎么做？你要带受过，你要赞他的，你要被悲悯，你要被恭敬，那这些都是因为修菩提心都应该具足了。所以第十七，就是你的师兄弟大家在一起同修的，甚至比你还可怜的，比你还没身份的啊，都看不起你啊，同辈或是诸寒微者都看不起你啊，虽怀傲慢，不像的经常的欺负你，我亦敬彼如上师，那一样把他恭敬当作是我们的师父一样。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怎么修忍辱啊，修悲心啊，修菩提心啊？所以我们的敌人伤害我们，才是我们修行的如意宝，恒顶戴啊！不是把它放在心里恨哦，是把它放在头上尊敬哦。啊，各位心中有没有恨呢？有吗？
真的、哦、请上座。哇，请上座，对不对？我们顶你。哇，心中没有恨，没有抱怨啊。啊，这个世间呢，本来就是种种的纷纷扰扰。但是各位你，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故意的要把伤害你的逆境放在头顶，尊敬的啊，因为它让我们修忍辱、修慈悲、修空性，这个就是戒律啊，修菩提心一定要这样啊，永远回向给他，永远记得他。敌人才是你修行最好，因为敌人了解你缺点，敌人可以一针见血的攻击你缺点，真的哦。啊，这个所以人家攻击我们，那你要想，那我应该把它做得更好，因为他真的，他要攻击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缺点。啊，像我们护生员死一只鸡哦，他可以说你们死一千只鸡的。啊，然后你就会更小心，更小心。以后啊，我们要把它弄得那干干净净，而且都照顾得很好，因为别人提醒我们了嘛。啊。那这样我们会更进步，不然呢，没有这种压力提醒我们，那我们就会随便了，就会散乱，啊，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得更好，啊，所以永远的注意啊，顶戴，还要谢谢他提醒我们，这个叫念一下逆增上缘，对对对对对，顺缘这不是没什么，但这个逆缘能够让你修空性，消除我执啊，修慈悲心。第十八，众人轻贱且执财，复遭重病及魔侵。众生最苦，人取寿，无畏却是佛子心。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不生病。但是呢，别人不要了，你都要拿过来啊！别人这个叫自他交换啊！别人希望有钱怕穷，但是我宁可你的痛苦给我啊！然后我的快乐给你，所以各位，我常讲，你走在路上，你现在很健康，看到一个老人，他弯了，然后他走一步就很久很痛苦，那你要呀愿我的健康给他，啊，所以你看到路边有那些流浪汉，昨天有个流浪汉，警察要来抓他，他就那边很痛苦，装疯卖傻，因为他不想走，那你不能光可怜他。你还说哎呀愿我的现在富贵安乐给他啊，所以他的痛苦给我啊，所以要有这种无畏啊，不能怕众生任何的罪苦，轻贱啊，缺钱啊，重病啊，魔亲啊，你都要取受。现在有很多人修行还是怕师父啊，怎么超度啊，我怕冤亲债主啊。啊，我怕受苦啊。那如果你要真的修菩提心，不能怕这个，只是说没关系，痛苦来了，虽然我们有点痛苦，但是借由这个痛苦更精进，这样而已。啊，所以各位，你要接受无量的痛苦，你才会有无量的悲心，你才有无量的智慧。如果你怕痛苦，逃避痛苦，那你就不能开发佛性。所谓佛性的智慧，就是在你面对痛苦、承担痛苦，而去解决痛苦而开发出来的。解决众生的痛苦，这个叫悲智双运，那你才能够显现佛性啊。第九，众人亲近富盛名，财富量其多闻天。那就算你倒过来，你这个人哇，富贵啊，不得了啊！啊，别人都尊敬你啊，名声高啊，你的钱呢、啊？比天上的多闻天王，多闻天王也叫财宝天王，这个钱超过了多闻天王这么高的钱，但是都不要骄傲。因官荣华富贵，这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没无实意啊。所以金钱五家共有这些啊，世间的欲望也都是幻化的，所以不要骄傲，离骄慢是佛子心。所以各位要有一点如此，就是说。当别人很羡慕你的时候，哦，你长得很漂亮，你很有钱，你要更谦虚，免得让对方觉得你很骄傲。啊，你要故意的，因为别人对你升起一个谦虚的，我觉得外国人也还不错，你看他一眼，他就 hello， 对不对？啊，那他会跟你打招呼，啊，那我们华人有时候是，你没看到我这么有钱吗？然后对方跟你好多年，我没看到啊。对方还不看你的车，你气死了！我跟你讲，啊，
那是各位你要觉得问啊，我用我的功德给你啊，你要很谦虚，不好意思，我太有钱了，不好意思，我身材太好了，很不好意思，对不对啊？你要开始练习，不然骄傲心啊、嫉妒心啊、什么什么嗔恨心啊，你要借这个机会修行啊。所以不别人称赞，哎呦，你眼睛好漂亮啊！对不起，对不起，看佛经来的，点灯看佛经，点灯看佛经。哎呦，你身材还高，做大礼拜来的啊。所以，哎呦，你那么健康，吃素放生来的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因为不好意思吧，但是你要这样修啊，所以我想，我们汉传佛教啊，很重视日常生活的修行，人跟人之间的修行。所以你看无住贤菩萨，虽然他是啊，在密乘里面他这么著名，但是他修的都是属于这种显教的一个真实的方法啊。什么叫显教？显教就是看得见的，摸得到了啊，那你要去把它做好。啊，所以别人亲见的我来领受，自己有的赶快谦虚，不要骄傲。十八二十就是这样。二十，内心称慧有条未调伏，外敌虽伏玄真身。今天有人来攻击你，然后你一直把他消灭，那你敌人越来越多，没有用。你唯有内心的称慧的敌人调伏了，那外面就没有敌人了啊。所以故应素心慈悲君，祥智心是佛智心。所以大乘佛教最怕你有嗔恨心啊，前面讲的是五毒烦恼你都要消除掉，骄傲心啊，这些贪欲心你都要消除掉。所以一直让自己涌起悲心来回向给这些伤害你的，而不是说故意去伤害对方啊，嗔恨对方。要这样透过外境来降伏自心，慈悲一升起，那这些再念一次，内心和平，世界就和平啊。所以佛陀说，一个断除嗔恚心的人一现出来，嗔恚心的那些人事物都会消除掉。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一生出来，那些有欲望的人们的欲望之心会消除掉。就像灯点燃了，黑暗就消除，看到佛了，哇，我们的善根就会升起。所以要这样来降服自己，而不是说去消灭敌人啊！因为我们要修菩提心，那你就决定要降服自心。第二十，降服贪欲，无欲本质如海水，这些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就满足感官的心态的欲望，本质都是个苦的，像海水越喝越饥渴，随意受用真饥渴。所以各位不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想法。所以不然的话，你也很容易欲望越来越强。我看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有些人说师父那修行苦，那吃好一点总可以吧啊，不然穿漂亮的总可以吧，不然买部好车总可以吧啊。你叫他全部都放下，说那不行啊，那活了干嘛，那头发染一下总可以吧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点点的执着，不行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要修菩提心呢，你不能凸显自己满足自己，你要关心的是世界众生。所以遗珠能生爱取有，你既然喜欢就会执着，执着这个有就代表生老病死的有，十二因缘法爱取有，贪爱执着，那你就会来轮回受苦，那来轮回就会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然后就一直轮回。那它本质呢，大部分都来自于贪欲啊。所以各位当下放下好不好，顿时舍，不能说明天戒烟的人等我这一包抽完，你永远抽不完，你要马上就丢掉啊。这些满足欲望的你要顿时就放下啊。各位爱情苦不苦啊？苦啊，对不对？那你要顿时舍，顿时舍不是放弃对方，我对先生太太变成一种悲心，变成一种忍辱，用这样来对待对方，而不是在追求这些欲望。所以我们发起了菩提心以后啊，那无住贤菩萨就要我们这十二条基本，甚至超过十二，
应该在日常生活如何去实践菩提心。那当然菩提心，那你就不能有敌人啊，不能有个人的欲望，要这样一步一步来，所以必须从日常生活里面去体现。所以二十二，世间所有为视线，你现在看得到了，感受得到了，想得到了，都是意识所现出来的。心体离诸细论边，但是我们真正的本体佛性是超越这些世间的一切的。这世间呢，就是开玩笑一样戏论啊，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了达能所本无二，那这是究竟的啊。所以自己也好，乃至所拥有的，它都是一个幻化为识所现的啊。你说它是花，但是其他众生说它只是我的房子，它是我的食物，只是因为我们就像水一样，我们说它是水，天人说它是玻璃啊，鱼说那个是我的空气住宅，那只是一个因为不一样的众生对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看到一只羊是羊，但是对老虎人它不是羊，它是食物，它一点都没有罪恶感，赶快把这个食物给追下来吃掉啊。就像我们以前我们的意识里面，鱼龙虾好吃，这边龙虾啊，我那个蟹的脚哇哇哇肥啊，但是现在你观念改变了，哎呦，不是哦，不是哦，啊，那是个动物，还会痛，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所以慢慢的各位要去看到它的真实的面貌，离开这种妄想执着啊，所以你就不会有分别，不执意是佛之心，因为你要消除这些贪嗔痴，你要看到它的本体。特别二十三，赏心悦事现眼前，你喜欢的，哇，好美哦，哇，好快乐啊！阴观犹如夏时红，夏天的彩虹很漂亮，但是它是假的、虚幻的，转个头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要这样去看待世间的一切。所以外境虽美，终无实。所以你所看到的，包括温哥华这么美，房子这么美，外表这么美，它不是永恒，它不是实在的啊！在美的本体里面也是不干净的，变化无常的。那你要离开对外表的，或是对这些相的执着。特别我们看到美女啊，看到帅哥啊，看到漂亮的车子啊。那天有个妈妈，哎呀，我儿子跟我谈条件，一定要买那个跑车啊，不买他就不去读书啊。师父，你说怎么办啊？啊？我就问他，你有没有钱？有就买嘛，你欠他债啊，没钱再说了，对不对？然后再来慢慢，你送给他，然后再跟他砍，你一天背三遍心经，背好了我就买给你，他儿子会背了。我说你划得来，你花这么多钱，终于他会背心经了，对不对？那你就慢慢的去搞。但是如果你现在一直这样强迫自己一定不给他，他就跟你不跟你学佛了，对不对？所以好在你现在还有钱，没关系。那我看要有善巧方便，用各种方法啊。所以我想，你家里的人不喜欢拜佛，但是如果你去请了很庄严庄严的佛像，连他都喜欢的，他可能就会这个尊还不错啊。你家里人不喜欢点香，那你去买那个最贵的，他可能说这个还不错啊，那个味道好。那你要、哦、你连对这个都要方便，但是对自己就不要了啊！一切为众生，一切不是为自己啊！所以，尤其各位现在修行了，修行了你要庄严。现在人很重视外表，了解吗？啊，那这个外表，那你要朝着这种庄严的方向可以，而不是说，你看我穿这个好不好看？借你穿，大红，大黄。那这样庄严一点嘛。那一天我穿咖啡的，有个格西说：“师父，我讨厌你穿咖啡。”我说：“你讲话还真直嘞，藏人。”他说：“师父，这个穿咖啡的代表诸法，在我们佛教是不好的。啊，显教里面我们穿咖啡代表惭愧啊。那如果在藏传佛教，你一定要穿红的，穿黄的，对不对？就代表在修行。
所以我今天只好按照他的交代穿花了，这个啊，那这样比较庄严呢，对不对？因为这个大殿那么庄严，我穿个黑的坐在这边还得了啊？所以那当然你要配合配合，但自己不能执着啊。所以外境虽美，所以各位对这些你喜欢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去看清楚它的真相，都是暂时的，都是苦的。所以念一下：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这个世间一切都如此。所以第二是诸苦犹如梦上子，修行佛法也不能怕痛苦，痛苦也是一个刹那的感受而已，一个啊。所以就像你晚上做梦，梦到死了儿子死了爱人，你很痛苦，醒来哪有存在呢？所以所有的痛苦都是虚幻的，快乐也是假的，快乐是夏天的彩虹，痛苦是梦中里面梦到儿子死了。但是你不要觉得快乐是真实存在，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妄想执着以为这些快乐或痛苦是真实存在，你就会起烦恼。所以故以为缘会遇事，所以这些不好的境界来了，你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来了。所以各位你要观想，你这个人很喜欢运动，你要观想你腿断了，腿断了这样。你这个人很关心你的皮肤，你要想得皮肤癌了，皮肤癌了、那你要一直观想一直接受，那你就不会被他所卡住啊。所以这些不好的因缘来了，然后观虚它也是假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这样才能够符合菩提心啊。25求觉应须舍自身，你要得到成佛乃至觉悟，你不能执着这个身体，特别是阿罗汉，阿罗汉的这个身体是苦的根源，况且一切身外物，这些房子啊、金钱啊、名望啊，那都要放得下，故于身财尽舍却，所以各位要放下，甚至要多布施的啊，而且布施还不追求，不追求别人回报我，不追求对方知道，因为布施是要舍弃对自身你是财物的执着，这样才能够慢慢证得空性，不忘报是佛子行。这是讲到六度波罗蜜的啊。第一个讲的就是布施波罗蜜，第25，那布施波罗蜜连身体啊、财产都可以布施，这样才可以断我执啊，也才能够跟众生结缘，更能够证得空性。26是讲戒律，无戒自立不能成，我们不守戒律，自己都会堕落三恶道，更没办法利益众生。欲成利他，岂可能？所以自己都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怎么可能帮助众生？故于三有不需求，所以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所有快乐，一个人之所以会杀生、会去偷盗、会去邪淫，都是在追求这些快乐，所以他才会犯戒。所以不要去执着这些。你今天贪财，你就会骗人啊，就会攀缘，那就会犯戒，甚至犯了菩提心啊，因为有所求了去做什么事情，这是不应该啊。所以有时候，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就送他贵一点，他布施才会多一点，对吧？那这个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动机是对还错啊。我们只是一个很感恩感恩的心态，那可以，而不是说我今天这样我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供养，更多的如何如何啊。就像各位做生意啊，对赚比较多钱的，我就送他多一点啊，如何如何，那这样我就可以从他身上赚多一点钱。那这个还是。不符合菩提心的啊，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满足自己啊，去伤害到众生。勤护戒是佛子行。那继续27就讲了忍辱波罗蜜啊，六度波罗蜜各位都要会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然后把六度波罗蜜呢用在每一个行为当中，都不离开六度波罗蜜。那就是说，你每一个行为都符合菩提心。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今天来参加法会，你布施时间呢、布施金钱了、今天来参加法会，我不去伤害到别人，持戒波罗蜜。在法会的过程，还是冷气坏掉了，乃至哪里不舒服啊，你都可以接受忍辱波罗蜜。参加的过程里面，我们很专心呢、精进波罗蜜。参加的过程不离开我们的修行禅定，也不离开悲心啊。
就叫禅定波罗蜜，那也知道万法都是虚幻的，我们希望这个所做的一切能够达到空性无分别，而产生了各种善巧方便去利益众生，目的要追求佛陀的智慧。那你要把这个所谓三十七七颂，你每一个吃饭都符合这个，每一个行为慢慢你熟了，你就会用，你要习惯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是皈依三宝，皈依法，特别皈依的这个菩提心，那我们就要按照这样去做。当然这些经论特别经典，各位一定要看啊，因为这个三十七颂它只是一个重点，特别是我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但至少我是拿来用的，我们提醒大家互相试去实践这样而已。所以二十七，欲享福慧诸佛子，应观愿家如自报。所以佛陀说啊，修忍辱让你福报很大啊，让我们能够容易证得空性，所以我们要得到福慧圆满，这些佛弟子乃至发菩提心者，那这些逆缘冤亲债主是你修福慧圆满最好的助缘。所以于诸有情舍怨对，不要去讨厌任何人，不要去舍弃任何人，不要去伤害他们啊，一切都接受，修安忍是佛子行。所以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家有蚂蚁怎么办？那你福报大了，对不对？喂一只蚂蚁等于读一部贤劫经，喂十只蚂蚁等于读一部大藏经，不得了了啊！你家开护生缘了啊，那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结善缘啊。所以不要舍弃对方，要安忍接受啊。所以你先生、你太太、你儿女，他们有很多一些问题，那这样你才能够更修起忍辱啊，因为这个众生太苦了啊。所以我们要在逆境里面修行，就像我在网络看到一个片子，有一只麻雀头弯弯的，因为雨的啪啪啪啪啪啪，对不对？洒在它身上，它还是站在那边啊，接受这个雨淋，要随时保持这个状态啊，来安忍一切。二十八，二乘行者为自利，修声闻、修十二因缘法的辟支佛，他们只为了个人解脱在修行，所以，但是虽然为了个人解脱，他们更精进，因为他们怕轮回啊，怕起贪嗔痴，上勤修如旧头燃，就像火已经烧到头发、烧到眉毛来了，这样精进。何况我们是为了广大的乳母众生的离苦得乐，所以为利众生起善根，更要精进努力。所以各位每天都要想着如何帮助众生，如何帮助众生。啊，虽然嘴巴在念佛，然后眼睛要看着众生苦，手要随时出去，啊，这叫观世音菩萨内观自在，万观世间苦，啊，你千万不要说，反正我就一直念佛就好了，我管别人怎么样啊，这样你就不是一种利他的修行，因为你有个人的目的，啊，那这样就不对了。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啊，解脱道都这么精进了，何况我们是菩萨道。各位养成习惯，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看到它的这种因缘和合，以及它的一步一步到最底就是空性。那每一个事情每一个刹那你都要去观修啊，你要把生活的一切都是禅修的助缘。所以甚深就是看到真相，你要分析再分析。所以你千万不要散乱啊，懒得用脑筋啊，爱打瞌睡啊。有些男人比女人，哎呀，更爱讲话，像我一样这样。我是这个时候讲，我就不讲了。然后就他从来就是脑筋长在嘴巴里面啊，所以这样不好。所以各位要很冷静的去分析一切，什么都要分析。你不能说这个才是佛法，那个不是佛法。有些人说师父那个扫地不是佛法，我要看佛经。扫地就是佛法。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当作佛法来修行，这个不好，这个也不会好啊，要随缘修行。所以甚深静虑生慧观，那你就会看得到真相啊，智慧的观照能尽除灭诸烦恼啊。如果你有这种甚深的观照，那你就不容易被这个外相乃至起贪嗔痴。知此应离四无色，就算你修甚深的禅定，也不要追求禅定的法喜啊！
出产，甚至到了无色界天那种心灵的极境，也不要执着啊，这样来修禅定。事实上大乘的禅定是什么？来，不离大悲心啊，不离菩提心啊，这叫禅定，就是心里面专心的在追求这个。那第三时，那无论你修多少的波罗蜜，都必须符合缘起性空，所以六度不依智慧行，那就变成外道。外道也可以修到很有福报啊，有神通啊，但是呢，他还有所执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三轮体空，了解缘起性空，那就不可能成佛。因为佛陀是正的空性者，那正等正觉不能成。所以善巧方便三轮空。那所以各位呢，每一件事情你都当作六波罗蜜来行，每一件事情都是成佛的善巧方便啊，包括你生病了，包括你穿衣服了，你都要观想三轮我他法，本身都只是一个幻化的存在，是借由这个方便，为了要成佛来利益众生啊，这样来修智慧。所以前面讲的是六波罗蜜，那后面呢，这五条。那既然我们在修波罗蜜，然后诸贤菩萨又给他拉回来人际关系啊，因为修行不能够离开人间呢、啊。那你虽然有在修行，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和谐这一切，不然你会起心动念。所以三十一，自身过失不在意，道貌盎然心会吧。虽然我们说我们在修波罗蜜了，我们出家了，甚至受菩萨戒了，你要时时刻刻知道。你看我弹一弹，我就会拉一下，有没有掉下来？这样，衣服拉一拉，内衣有没有跑出来？胡须摸一摸，有没有长？啊，你要时时刻刻，我前面都有个荧幕，那看起来好不好看？啊，这样讲话有没有怪怪的？啊，如果我这样讲，各位都睡着了，我还要比手画脚，然后这只手就酸了，那就换一只手了，这样就这样，啊。以前我没有表情，我就一直讲，底下也不知道睡到哪里，我管你，我讲完了，我师父就骂我，荧幕呢？荧幕就要这样了，最好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跳舞呢，不然人家转到那边，啪就给你转掉，啊，要精彩，要好看，对不对？啊，所以那你要一直制造，念一下，影响别人，影响世界。啊，并不是说因为你吃素了，你在念佛，然后你的威仪不好啊，走路不好看啊，啊，那穿着随便啊，不行。菩萨是璎珞庄严，时时刻刻影响别人，所以自身过失不在意，道貌盎然行慧法，还认为说没关系，哎、啊，我这样没有关系，啊，然后反而伤害佛教，故当相续，相续就不间断了，恒常的观察自己，断己过。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缺点啊，要做一个别人愿意学习的善良的好人。所以每次他们说海涛法师，你们这个团体有没有什么特色？一群好人，不敢做坏事的好人。虽然我们笨笨的，但是至少不敢做坏事啊，就是这样吧啊。但是不能说表面上是说我是修行者，私底下都是做不好的事，对不对？而且做的事让别人起烦恼，伤害到佛教，那不行啊！所以要断除自己的各种的过失，这个不犯威仪。三十二，无名妄说他能过。有些人因为学佛了，书看多了，就会批评啊，起着无名就讲别人的过失，突然减损自功德，那你自己会伤害你自己的福报。所以你想，不说世众过失，不说别人过失。吟唱别人的过失，啊，赞叹别人的功德，得马因长相，得辩才无碍。什么叫马因长相？释迦牟尼佛脱光衣服了，你看不到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不会引，没有那个性器官，没有引起男女分别相，啊，所以这个叫马因长相。而且呢，释迦牟尼佛梵音呢、啊。啊，为什么？因为他嘴巴从不说别人的过失的，啊，从不讲的。所以，我们对别人的修行啊，于诸三乘修学者，哪怕是追求人天福报了，我们都愿他们得到人天福报，不要批评东批评西，
别人都不好，就我们这个好，啊，那这个你就要远离他，因为他这个就批判了，啊，那就是自忏悔他，啊，大说四种过失，那这不应该啊。所以各位呢，不非他，只非自己，观察自己的过失，不要去讲别人的过失，那这样才符合菩提心六波罗蜜。33，贪图利尽起争执，特别出家人呢，啊，那就是我希望别人来供养我、尊敬我、成为我的信徒，那你就会跟其他道场冲突了，这样了解吗？啊，然后呢，到底就不要去跑别人的道场啊，如何如何，甚至有一些我很喜欢放生，不是我很喜欢，是佛陀很喜欢啊，去放生。有些菩萨海涛法师，我来放生，你跟你们摄影机讲，不要拍到我师父看到怎么办？啊，我说你干脆戴墨镜、戴口罩来啊。所以，但是就是说，因为有些道场他会说，你不能去接触别人的道场。